大家对中国私人美术馆也有重新的一个解读。龙 La On Long 拼音字母是 La On Long， 但是 Long 用英文读 Long 长远，把龙美术馆作为一个长久的计划做，都要永远的矗立在上海。王馆长，你好呀！哎呀，张老师，你好，你好，你好，正好在这个看一下，这个展览即将要启幕了。对，是的，这是一个肖像展。哎，对的，这个肖像展呢，因为我们十周年，就是承载于世，多重景观，然后我们上次做了个缓步前行，那么之后就第四部的展览就称为肖像，所以在这个艺术季里面，我觉得给全球的观众来看到我们肖像，我还是挺高兴的啊！一共有多少作品呢？大概近300件啊、但是我们布出大概200件多一点点。那么，因为我们是根据这个每一个线索，打比方早期的，然后还有19世纪末的创作的作品是高更这件案，然后我们中国的你看常玉呀、然后这个就是伏击塔，就是藤田四治。藤田四治。那么这个很早期的潘玉良的77年，当时潘玉良在巴黎做展览的时候，这个是正儿八经没有动过的框，什么都没动过，原来的状况。当时我收藏了，特别丰富。哎呀，非常丰富。这都是您自己的收藏，这所有的展览。对，都是我的收藏。那我们大家看到高更的这件作品很有意思，因为这个导游其实21岁时候高更帮为他画的，他当时20岁就做导游了。高更到了大溪地，就他带领到大溪地那边去跟他讲解啊，跟他陪他去旅游了一下。那么第三次高更进入大溪地的时候，就跟他有感情了，就觉得这个导游对他照顾得很好，然后就帮这个高更就帮他画了一件肖像。当时很有趣，马蒂斯看他画的时候说，哎呀，这张肖像画得太好了，我想收藏。所以马蒂斯当时收藏这件作品也是很艰辛的，他当时付了一笔钱给到高更，但是还有2笔没付，最后给他太太的戒指抵给高更，才把这件作品取回去的。我觉得当时呢也花了不少就是资金去收藏他的。刘总说这么小一件这么贵，但是现在看下来这件作品真的很难得，因为大溪地他画那个题材很多，画真正的肖像也就这一件，所以很有意思。那么我们为什么我策划会画下面放贾可梅蒂的，我们要说到里面金色的一个小人，你看是女士吗？是女士对吧？你看到她是女士，是个女士。她50年画图纸要想做这么一个小型的贾可梅蒂，就一个版次啊，这个，但是她做女的贾可梅蒂仅有这一件，所以就很有趣的，她贾可梅蒂做了这么多男性的行走的人各种，但女性就这么一是这么一件，一件。而且和他的这个制作是联系在一起的，联系一起的啊，他包括壳什么都他自己去亲手去签字啊、铸造。我听他们说，里面是另外铸造的，外面他外壳都穿玉怎么做？你看很精致，他的玻璃，你看1、2、3，我昨天才把玻璃插进去。我利用这个木箱加高了30公分，我把那个这个丝绒布一放，很漂亮。对，王馆长的这个收藏是非常的浩瀚，是的，所以你的十周年可以搞那么多的展览。对，这是
您和刘总。对，我说我们这次肖像展，我说就在我们做美术馆中间，艺术家帮我们创作的，是否我说可以挂出来？也作为我们一个这里一个有个前言开场白。后来我就他同意以后，就他呢这件是陈飞画的，我这件呢是沈佳蔚画的。但是我是2003年照片，他根据这个照片画，当然我觉得他给我美化了，我觉得没有没有，本人也很美，很像，是的，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做美术馆，对，很不容易，所以是，我就想这次把肖像展回馈给社会，大家对中国私人美术馆也有重新的一个解读，我觉得啊，我是这样想的。然后这里呢，我在说徐悲鸿这件作品很难得，其实他当时画的是诗人，他的太太其实是加拿大人，所以这个孩子，这个是他原配夫妻的儿子，后来现在已经要差不多80，其实70多岁，这件作品拿出来，放在中国拍卖，我去拿到了，我就龙美术馆收藏。但是后来他爸爸妈妈，画了这个像以后，大概5年之内，爸妈没有了。这孩子很好，他爸爸收藏很多，就这件我认为是他最后拿出来的作品，非常难得的，难得的啊，然后我就这个搭配的很好，然后旗袍系列嘛，就把这个旗袍，对的，然后这个是旗袍，这是常书鸿的，常书鸿得奖很多，而且获奖的作品，他您看1936年在巴黎画的，他是属于中国，到巴黎帮别人画肖像算很有钱的，他的家真有点像这样，然后中国的一般的艺术家过去都不是很有钱呀，都到他家里吃饭，他们家等于像所有中国艺术家一个聚集的地方，很慷慨慷慨，然后他的太太他又很爱他，把他太太作为姐妹俩这样画的，他的太太当时其实是一个人，他把他画成了两个，对，他作为姐妹俩，他其实他太太真正是这样穿旗袍的生活，他穿法式衣服，戴着礼帽，穿高跟鞋，很爱美的，很爱美的，所以他的家真正阿姨什么都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常书鸿留下来的画作并不多，这件是他在法国获奖作品。这里呢我们就说到陈逸飞，这是陈逸飞三张，陈逸飞一张是陈衍宁，为什么呢？为什么把它放在一起？因为他们说南陈衍宁，北就上海的是陈逸飞，他拿乐器，他拿蒜子，他经常是白蒜子、檀香蒜这种感觉，那么正好这个也有个檀香蒜，陈逸飞画的，那我就把它这个就布在一起，但是放在这里真的是非常的，它的颜色各方面都很搭，因为我很喜欢陈逸飞，因为黑中画黑太难了，对，黑中画黑，然后它的肉感要有，对，骨感要有，很厉害，这件出邮票的，你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眼光，有提前有预见性，我是有这个想法去收藏，每件就用心了，雕塑啊，绘画啊，还有很多那些就各种形式的，王一东这件作品为什么我当时收藏，因为他太像我小女儿了，所以我说妈妈收藏来就是送给你的，我说妈妈送给你，就这件作品跟我小女儿，小女儿眼睛没她大，什么都像，所以刘总看了笑死了，他说哎呀真的是王威你的眼睛这个我倒是很有意思的，我觉得您这个收藏很有情怀的，有情怀，这个呢杨福东的，因为我收藏了10件作品，我就因为这面墙本来放6件，我觉得上去呢那个天空看不到了，我觉得就放了4件，都是他当时这个拍的那个系列，好像挺好的，放在这正好，对对，这个现在视觉感觉很好，不错，然后那边还是照片，这一部分我觉得看上去很震撼啊，很好看，是的，搞了一面墙，全部是一面墙，对，哇，这个山河百惠我们小时候的记忆了，对，他现在年龄都60多岁，对，然后这个是真正的邓丽君签字版的哈，邓丽君照片，这是您拍卖来的吗？拍卖来 的,、哦、卖来的，然后这件也是赫本也是他真正签字的，这现在还在布置，等过几天就完全呈现好 了好了，做一个展览也很不容易的，不容易。
王馆长，我们知道这个今年呢是这个龙美术馆创立的十周年了啊。我们知道您在创办龙美术馆的时候，其实您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大藏家，同时呢生活非常优渥啊，财务自由，家庭幸福。为什么选择在那个时候要创办这样一个龙美术馆呢？其实龙美术馆在2012年真正创办，12月创办了第一家普通美术馆。在之前呢，我收藏和刘先生收藏30多年了，那么希望呢，独乐乐不如众乐乐，那么这样呢，我们一起在上海美术馆做了一次展览，就革命的时代，延安时期的主题创作，一共呈现了86件作品。我这是第一次在美术馆做这么一个展览，那么让我的收藏和刘先生的收藏呢就公众于世了。当时我热泪盈眶，我觉得哇，这个艺术在家里放的是仓库里放着就是一些作品，但是在美术馆的作用能够让公众一起分享，这个太感动了，我觉得。所以呢之后我就想象中创立一个自己的属于私人美术馆，然后刘先生说你有兴趣那你就去做。为什么叫龙美术馆呢？龙 long long 拼音字母是 long long， 但是 long 用英文读 long 长远，我想把这个长久的意思，把龙美术馆作为一个长久的计划做，大家都觉得非常好，所以呢我得到了各界的支持，然后在2014年的3月28号开幕了，那非常不容易。这个美术馆又跟我们龙美术馆普通馆呢又有不同的是，它面向全球，我大概是总策划是每年就是中国和国外各一半，因为我要支持中国艺术家也要面向全球，所以中西文化交流就在龙美术馆就这样呈现了。我们在2014年开这个美术馆以后，做了 James Turrell，做了布尔乔亚，做了很多很多优秀的艺术家，然后最后我们前2年做了盐田青春，大家都喜欢龙美术馆，我觉得很好。所以我跟我先生当时创建这个美术馆的初衷就是希望有更多的艺术爱好者，包括我们也传播艺术，把这个美术馆让公众们更多的对艺术了解，对精神文化的一种推广吧。刚才您说到的就是举办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大展，让我们记忆犹新啊，历历在目。有人说就是在龙美术馆十年也是中国当代艺术腾飞的十年啊，就是很多的艺术家都想在龙美术馆做展览，他们觉得如果想要在当代艺术圈立足，我必须在龙做一个展览。您对此怎么看的？因为经过我们的努力，我真的是觉得还是挺荣幸的。那么从我们美术馆来说，也是慢慢缓步的在前进，那么我带领这支队伍等于是把这个做到世界的有一个一席之地的一个美术馆。其实我觉得活到老学到老，其实我一直不断的努力在学习，从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觉得我也是缓步在慢慢的在进入这个角色。所以呢现在十年，可能我现在做馆长也十年了，真正很艰辛的是自己带领这支团队慢慢的，我说是享受这个艺术美术馆前进的过程。所以大家都对龙美术馆的赞美，但是我们的信心更加足了。所以我带领这支团队希望努力，不单单是这十年，今后的5年10年哪怕20年，我希望永远就是像我起的名字一样，龙朗长远。因为我们大厅就是龙美术馆大厅的展览已经到2030年了，其实其他部分展厅的展览已经5年后了。这样算下来每年要有多少个展览？我们每年有20多个展览吧，然后公教活动就是儿童教育啊，女性教育啊，包括一些座谈论坛会有300多场次。那么如何看待美术馆对社会的一个公益性啊？那我们也知道就是龙美术馆做了很多公益性的事情，就希望对社会做出一部分的贡献。因为我们大家知道我2012年成立了龙美术馆普通馆，那么2014年成立了这个西岸馆，那么2016年成立了重庆
龙美术馆。重庆龙美术馆一直是免费开放到现在。那么我们浦东馆如我们开办的都是免费的，因为这里的美术馆太庞大了，实在受不了这个所有的费用，所以呢我们就买了门票。所以再怎么样，我们每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二还是免费给观众的，所以大家都能看到9:30，很多年纪大的和年轻的要准备排队了，要进入馆里面去看免费的展览。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也有免费的导览，所以我觉得从这个份上来说，龙美术馆也做了很多属于这些对社会就是比较公益的一些事情。所以有人说这个做美术馆啊，私人美术馆真的是赔钱在做美术馆，尤其像龙美术馆体量那么大，有东馆西馆还有重庆馆。对，那么对此您是怎么看？是不是赔钱在做美术馆？是，每个馆赔钱很多。打比方，浦东馆现在不开业，我正常的那些保安、保洁啊，这些都要上1000多万。但是在重庆美术馆，它的运营费就1690，最高，但是最低也得1500万。那么，它面向全球了，全部免费开放。像这次春芽前年就跟我说，他五彩基金这一块是第13届，希望在龙美术馆重庆馆做，那也影响一些西南地区的学生啊，他们优秀的一些学生都能在美术馆做展览，让他们有一些希望，有希望了，哇，和动力、很多学生，包括四川美院啊，包括一些艺术学院都纷来，他们也希望自己今后这些小小艺术家都有这个可能性，所以很不容易。跟刘先生也在说，哦，美术馆办到现在总算，我们希望赔钱管赔钱，但是有这么多的观众就可以了。我说对的，我说也是对我们整个社会啊，这种精神文化这些配合国家一起把这些文化传播给大家大众，这个也是我们两个就是做出一些努力。那么当初您涉足收藏的时候，我记得是应该是从红色系列开始的，能不能回忆一下这一段的经历？是的，在1999年那年，我突然之间发现了革命题材，包括版画，以前的古猿的版画什么都很棒的。所以当时因为我觉得是因为战争吧，长征时代他们因为有很多木刻，所以这个毛驴把这些运到哪里，革命的宣传就到哪里，红军这里革命的宣传就在哪里，他们用这个木刻就马上印刷做宣传了，所以我觉得很不容易。当时我觉得这个板块是我们中国真正自己的一个时代的一个烙印，所以我就做这个一个计划收藏了。那么当时看到革命题材，看到当代艺术，看到20世纪，那我资金有限呀，那怎么办呢？我就先收藏了革命题材，再多余有资金再收藏20世纪的，最后当代艺术是后来补的。后来2005年我又补了亚洲艺术，然后15年前我又做了全球艺术这个概念。所以呢，我觉得从收藏上面，我可能也是自己觉得蛮满意的自己的策划，然后刘先生也觉得他自己也蛮满意的，因为他一直以来一直很喜欢书法收藏，就一些王铎啊这些比较有名的一些艺术家的收藏，包括古代一些，包括这些瓷器啊都非常喜欢，所以我们两个各有各的门类。你们两个的分别爱好正好凑全了，都凑全了，全盘都接收了。那么最近有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也是比较热门的话题，就是龙美术馆的一些藏品啊在苏富比上进行拍卖，那么可能让这些藏品进行一些新的流通，能不能说说看这样做的一个想法的初衷是什么？我想其实我们这次出品的一些作品啊，其实好多年没看到这么好的一次就是集中在一起的拍卖，我觉得其实也是推动这个整个市场活跃，这个市场其实对我们来说
这是非常小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在做新的计划里面也需要资金去投资，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就是让手上的东西，就是我们收藏的东西让流动一下，让人家别人收藏其实不是坏事，我觉得是的啊，大家一起分享，大家一起分享嘛，我觉得。我就看到您在这个龙美术馆十周年的庆典上的穿着这个礼服哈、和您这个龙美术馆当初成立的时候穿着同样的一件礼服，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十年好像什么都没变，但是十年又好像又发生了很多悄悄的变化啊。对，那十年的变化，我觉得尽管人稍微老了一点，但是意义很深远。因为龙美术馆不管怎么样，为中国的观众、为世界的观众带来很多美育教育的享受。那么，我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作为女性，能够做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女性其实在这个整个社会当中体现的一个价值观，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要努力把龙美术馆无论是今后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要永远的矗立在上海，就让全世界都认可。更自信了，更强大了，我做事更果断了。艰苦岁月，1973年，张宏祥先生创作的这件作品，我非常记忆犹新，因为这件作品在我们小学教科书上也有。2000几年吧，看到这件作品的时候，我就真的震惊了，我觉得我一定要收藏它。这件是我第一次就是拍卖到的油画大作。大家都知道我做过明成化鸡缸杯的故事，这个展览做得很大。好的艺术其实它有教育意义，就打比方宋徽宗的作品，我一直认为是仙人画的写生真情图，我们收藏的这件真的是绝了，真的会有这种魔力，当时这种艺术家有一只魔力手帮他一起完成这些作品，我一直觉得是很神奇的这个名作。